大家说你看过他脱，什么东西？大家说看到裸体，怎么可能啊？在公开小吧？这个说了什么？连世成说我脱了，他说的时候，连世成说我脱了的时候，你确定现在吗？你确定他不还不在日本时差吗？不想看 world 的举手。 什么东西？不公不义的事，你没有想过，其实我拖了，他早就看完了，只是看完了才跟你们讲。<笑>他在公山小啦。不公不义的是连世成，不是我，是他看完了没有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前一阵子他去福建道河，为什么后面几天我才po我去福建道河？为什么？人家是躲4个月，我躲2天呐、啊，好不好？该看的都看完了啦，你要说不公不义要去。 问连世成啊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你们呢？<笑>自私鬼连世成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，不要问我。看了不承认，什么东西啦，在哪啦？我不能没看到又背负这种罪名哎、欸。要不你给我看一下吧，我承认。<笑>